贵圈有料，有梗有料，金句不断，等你来撩。大家好，我是演员丁禹兮，由我主演的新剧《韵色过浓》和传闻中的陈芊芊正在热播，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剧，关注贵圈有料。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禹兮，我在《韵色过浓》中饰演周世韵，在传闻中的陈芊芊里面饰演韩硕。当时拍那两场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算中期往后了，所以其实我跟张老师磨合的已经挺熟练的了。因为万有引力其实很难在空中维持很久，所以就在苏老师的脚下偷偷垫了点薄的苹果箱。别的我觉得难点是在于咖啡豆挺难撒的，因为它要撒的比较匀称，所以说那个咖啡豆，因为咖啡豆可能咱们来了好几次。走进周世韵家的那一刻，我看到周世韵家那个场景，我觉得哇，三层楼，我觉得好心动。我是把它设定为第三集的时候，北北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然后鞋跟断了之后。我本人制作的时候就是蘸小笼包，蘸生煎包，蘸火锅调料。周医生说从我出生时就应该去见你，我浪费了20年。那句话是我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我说哇哦。从我出生的时候我就该去见你，我已经浪费了20年。就有一场曾经苏金伟合作过的一个老板来找苏金伟去喝酒，然后我实力拒绝了一场戏，拍到大概换机位拍的时候，然后当那个老板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了我面前的桌上有一副墨镜，我当时心想说完了，他们忘记把他的墨镜拿走了。然后我想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救场，我一定要把我的专业水平全部拿出来开始救场。然后我就加了几句，我说回来把你的墨镜拿走，特别笑，特别自信满满。然后北北这时候在后面拉拉我说那是我的墨镜，然后全场爆笑。我从没见过全场从摄影老师到场务老师到灯光老师每一个在现场全部在那爆笑，我觉得太丢脸了，太丢脸了。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自信满满，觉得说我真的是个救场天才。我说回来把你的墨镜拿走，北北说，然后说对不起啊。这个问题还咱把话筒交给我的团队们，是感谢他们能帮我接到周医生这个角色，让我能够当了一段时间的周医生。其实是我演完周医生之后就遇上了疫情。其实我当时有在网上搜一些需不需要去援鄂的一些志愿者们，但是他们需要专业医疗团队，我觉得那是周医生留给我的一点想法。竟然如此，原来如此啊！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传闻中的陈芊芊，我在里面饰演韩硕。什么什么什么信号不太好？什么？就是让我再隔4个月发 vlog 是吧？可以，不仅4个月，我可以给你们14个月，然后再发 vlog， 怎么样？可以吗？我明白，收到你们的指示 ，OK， 没有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我有在努力做，但是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之后，我想说做一些有意义的 vlog 给大家看，但是就是时间上我真的没有办法太确定，我会努力做这件事儿。那啊？这么问，丁禹兮不会离开观众朋友吗？我其实最早的契机是我在高一高二的那种寒暑假，然后去打工了，因为小朋友嘛，打工的内容恰巧就是做去剧组做群众演员，这是我最早最早最早跟这行有所连接的，然后慢慢的。开始有接一点广告啊，然后有做京城五的光替啊之类的，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一个不是群众演员或替身演员的一个新人演员。
其实我参加节目的时候，我刚来北京，其实没几个月。我在北京其实没有特别多认识的朋友，但是现在我在北京，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新直播的时候，大家会集体来说，咱们聚在其中一个咱们选手叫曹雪的店里面，然后咱们一起来看啊。然后有些时候他们看到我的一些好笑的桥段，也会拍给我看。所以我觉得会让我收获更多的是在北京有友情这个事儿。来，咱们把词典打开，把所有优秀的词语全部放在这个答案里面。我朋友对我说的最多的和我告诉别人最多的，其实就是努力坚持去做一件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影响的事儿。你们说要天天加更对不对？我答应你们，反正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所以先答应你们再说。邪非的阴影剑眉，邪非的阴影就在这儿。锐利的黑眸，削薄清敏的嘴唇，就是我现在这样子，恶狠狠地盯着这位不速之客，语气轻蔑地说道：“请补充。”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场景二。他的一双眼眸如玛瑙般漆黑。你给我演一个玛瑙般漆黑，你叫玛瑙般漆黑。你来给我演一个。散发出贵族高傲的气息，宛如星空般璀璨。嗯。也有山泉一样的静美。此时，他温柔地看着怀里的女人，轻声说道：“请补充。”宫廷玉液酒，百八一杯，这酒怎么卖？给我吹一吹。结尾的场景，他的眼里露出三分薄凉，三分讥笑，四分漫不经心，轻声说道：“请补充。”你们有点坏啊！你们真的有点……轻声说道，没有笑场，那个是我在角色中的一种创作，那不是笑场。我们是有证据的。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这家店不是很有名吗？你怎么知道我想来打卡？我不知道。啊？是奶奶喜欢这里的桂花酥。就打的，不然我也不能说什么啊。就你打，你打的，我帮你拍照。十月，嗯，你有多长时间没回来了？半年。半年？哼，我都以为有好几年没回来了。确实只有半年。奶奶是不是记忆力又退化了？今天体检做了吗？这我可能有点困难，我做不成，我可能做不太成这样，有点太过于不懂人情了。但周医生值得了。那如果奶奶说我都以为你有好几年没回来了，那丁雨熙的话应该会怎么样回答？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怎么弄的？你终于知道关心我了。我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那你现在不应该在医院吗？立马给他叫120，多严重啊！那不得赶紧送医院呢？我就是想说，如果最近你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其他别人说的节目片段，千万不要当真。什么片段？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片段。就差不多，我觉得我也会这样，就一个动作。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贵圈有料》，我是丁雨熙。然后现在有两部剧，一部是《吝啬过度》，我在里面饰演口嫌体正直的周医生。
还有一部是《传闻中的陈芊芊》，我在里面饰演腹黑狼犬系少君韩硕，欢迎大家收看。